Is that your knocker?拍到了不好，对，差不多到，其实到那个水沟盖而已。那条线会穿哦。哪条线？超酷的。下面那些是沙包。对，沙包跟线都会穿。对。灯组。哦，这个这条线会穿，然后沙包还在烧。我请他们移位。烟雾弥漫。我们的烟机。对。嗯。导演要卖房子了，我卖房子了，什么意思？先看你下到有没有拉房。哦。我已经拉了，可以吗？啊，这样的话，其实能。反板那个可以，那个 M 加可以帮我逼掉吗？就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我那个可以帮我逼掉吗？还是没有办法？嗯，应该是有点困难，因为他待会走的位置是从他现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要走到后面那边，所以这边是一个比较广的镜头，应该是没有办法。还是有办法？往镜头这边夹。那我想想。这样好像都有踩到。感觉是没有办法比了。没有办法。对啊。看，嗯。如果说我再往这边移一点，想要这一点，看一下啊。那你看下，是如果我夹在，那我边没电了。如果有没有人可以当一下？看看。那个灯梯，对对对，那个场地老师就是。哦。我在站着。你要看到后面吗？这里。站这边是不是？哎 ，Michael。退一点点就不会穿，那我们再瞧一下。还是再贴墙一点。因为其实这边不会发生什么事，这边切掉了应该是没差，再贴墙一点是可以。但这个这一坨植物就要再请他们往后移，可能哦。好，看要不要把它移到那个更后面那边，可能从后面数来第三个水沟。那边，然后他可以从那边浇浇浇，然后再浇到那边。OK， 就是比较一个这样子顺过来。你可以在刚那个机位，我看一下窗户那边那个灯啊，窗户那个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等一下。嗯，你们窗户里面的灯是
可以看往后退或怎么样，因为我们避这个的话，他就会跑出来。谢谢。对啊，第一边，对，现在还是有在画面。哎、欸，那个应该还好。往下。可是人就是这么高。那我想一下哦。那个。你先定好一个份，然后我们来。因为打，对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唐蒂老师可以帮我站那边。我是跟最后一样，对吧？先穿了，要避开，不然你影响一下。我往海苔，我往下移一点，就是它只要在这里的时候是灯台吗？是完整的，就是珍珠往这边啊，小心。对，然后盆再往后移。嗯。看起来有点。不会太后面。然后我想说，要不要把盆栽摆到这边，就变成这边胶。不然你先定 friend， 你跟他们确定定了？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摄影说定了，定了吗？定了，定就让他们这样比较好做。好啊，好啊。盆栽移到这第三个水都到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拍一下分。然后拍，随你拍。太酷了，哎、欸，这个好酷，哎、欸，还没开，你好酷，帅啊帅啊，超帅，帅啊，你可以看他的 G 口、欸，哎，呀，你看这个够大吗？还是你要去拿电脑？如果你觉得看不清楚，你可以去拿电脑。好，等下手机。没有你，哦，可以啊。要不要干脆也让灯光他们留一个，让他们就不用过来看。现在有。你不是要给灯光一台手机？对啊。直接给他，可是你通常都会用电。但灯光哪一个？没有，我没有啊。看你喜欢，不是我喜欢。可是如果放电的话，就是要加一个桌子，或是。没有，你可以坐那边等啊。我不知道。感觉不错，你要不要用电？没有，还没电，要点。摄住。没有啊，你如果这个看不清楚的话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放大。摄住屏，要不要用电？好。然后电脑延迟应该会比较低。好呀，感觉摄影大哥很帅。但是这边没办法插，我们是要多插行程。对啊，所以我带了两个行程。张军，你接过一下。看你不要了。好的。可是我觉得还好，很 OK 的话，就是差不多 OK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会。这个。它会看起来像。他们用。完美，可以了，嗯，漂亮，好，好他说他要帮三双用一下一个远端可以看，这样看不懂的。好啊，现在吗？我们再调一下我们重新待会再用，待会再用哈。那就再请演员上去走一下。